天是我们在台南的最后一天早上，然后等一下去吃完早餐之后呢，就要往高雄前进哦。有点像在爬山的感觉，然后周围都会看到像这样子的砖墙，然后这样子的装饰艺术。那我们就慢慢爬上去，看上面到底有什么吧。之外呢，就是会看到这个三碉堡，我以为它会再更大一点，因为四个堡就没想到是一个小小的武器。景观步道有一些小细节的指引啊，没有做得很仔细。像我刚刚从那个从上碉堡那边下来的时候，就有点找不到方向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上爬。上来之后呢，会先经过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庙，但是庙的对面呢，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西子湾。然后转个弯之后呢，就发现八公英雄领事馆就在它隔壁。进去的话是要付门票的，然后还蛮漂亮的啦，但是我觉得看起来跟红毛城好像有点像，所以我就没有走进去了。那我们就往下走，然后顺着那个西子湾走回渡船头，出发。
程，然后现在要慢慢的走回西子湾站，然后去附近的点看看走走，然后接着就会去博二逛一个市集，出发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